觉我对你着迷，快变成一种洁癖，受不了你对谁有一丝丝注意。我发觉我给你的心已形成一块禁地，像是秘密只许你占据。该来的喜，该来的忧，该来的痛，该来的空，该来的让它来，不要被犹豫断送。人的个性注定了爱的命运，该给的爱，该给的苦，该给的梦，该给的心，该给的都全给，不要被不甘牵动。人的缘分总在冥冥之中，就像我只让你知道，在我心里隐藏了一个字，不管你因此说我痴，我只是想了了，了了这桩心事。该来的喜，该来的忧，该来的痛，该来的空，该来的让它来，不要被犹豫断送。人的个性注定了爱的命运，该给的爱，该给的苦，该给的梦，该给的心，该给的都全给，不要被不甘牵动。人的缘分总在冥冥之中，该给的都全给，不要被不甘牵动。人的缘分总在冥冥之中。进来，进来，过坐一会来。虽然伫外口福气入厝内，妈祖婆啊，你着保庇大家拢平安大发财。我若保庇吼，阮这个拜卡户长，莫搁去予警察抓去，莫搁去食迄落无钱饭啦吼。保庇保庇，较紧嘞啊！阿勇，来过会啊！你是有去剃头啊？无啦，无剃头是袂用入门的呢。啰嗦啊，也毋是头一遍的啊啦，啥物奇句我拢会记的啊。我煞要食猪脚面线啊。早就甲你传好啊，伫遐无？就是嘛，进进出出已经五六次了，这个卖鞭炮的、卖猪脚面线的，做你们家生意啊，都做不完了，哈哈，掉嘛。啊，你是咧笑啥啦？你这个死胖子啊，哈！真正拍七岁呢，啊，阮翁拄好才倒转来尔。啊，你的意思是安怎？是爱遐个人，佫继续做阮家的生理？啊，看袂到讲阮家的人，拢拢掠鬼嘛？呸！哦，卖呸卖呸，五贵会啊，衰运就会走了啦。寿呀，凭你这个本领啊，我看你干脆不要开这个槟榔摊，开这个自助餐店了。规矩啊，开一间酒廊啊，较好啦。嗯，你个死胖子，讲迄啰啥物话啊？哈，我是当作你是老朋友呢，才会伫个遮吼，啊陪你啉烧酒坐台了。开酒廊，我若看到遐查甫人哦，拢爱去闻迄啰薰味的吼，看了实在足气场的啦。
我都甘愿安尼吼开这个自助餐呐，啊卖一下槟榔的，啊卖哦计程车司机对无？因遐个查甫人哦，拢是咧照顾某囝，所以咱嘛爱甲帮助。非洲龙，安尼讲有理啦。哎，少爷，麦家这个从牢狱里面回来了，劝劝他不要再回去干那个老本行了。好好陪着老婆啊，过的这边啊，槟榔摊这一间自助餐店，而且啊，你们的儿子又好，你看又孝顺又争气，哎哎，永汉怎么没来跟我敬酒啊？啊，啥给都有啊？哎，你是在等秀珍呐？秀珍，嗯，就那边等来了。秀珍，咱的家庭哦，我足清楚，足了解。伊咧嫌阮哦是差拉家庭啦，袂答应来食这顿啦。啊，你害啊！他们小两口不是很想结婚吗？啊，这都要靠你啊！本来吼，阮是想讲哦，过两工啊，阮两个老的要去因家吼讲亲情啦。啊，无想到转来吼，阮两个若真是去吼是温死的啦。所以吼，爱靠你这个媒人婆啊啦。媒人婆。媒人婆，敢要我这款下下啊？哪里哦，是记者呢？伫个社会上吼有头有面啊，啊，这个亲事哦，哪里去讲吼是温馨的啦，所以吼一定爱考虑。老王，拜托，这媒人婆你做吼，拜托拜托，哈哈，哎呀，好。哦，那是领导安尼讲哦，哎，讲得我满肚子很舒服了。好，永康的代志包在我身上。唔呀吼，唔呀。好，来啉一个，多谢啦。饮一个。来，多谢啊。哎，帅，来过花一罐啦，来。我就不相信今天会输给你了。你说，来，四红啊，三红啊，跳岛啊，跳岛啊，跳岛，得嘞啦，真嘞啦。爸妈，我一定爱去啦。今日因老爸出高，厝内面请人客，礼貌上我嘛应该去给因老爸恭喜一下啊。恭喜啥？这刚刚不是才倒开的啦，出来有啥物遗憾了？你嘛知影讲我跟因后生的感情，我早晚是因家的人啊。你啥物遐尼婚姻嘞？哦，应出应进嘞，我讲一句应十句。啊，好。你唔免妄想啊啦！你想要嫁人是，这是无可能的。我甲因爸爸拢袂答应啦。我要嫁人是因囝，啊，唔是因老爸啊！我不管啦，我一定爱去。秀珍啊，你袂要出去的啦！秀珍嘞，哇，秀珍啊，你袂要出去的啦！人嘞？秀珍啊，你要去倒？爱你管啊！大概招你啉咖啡，你拢无要睬我，找一仔时间来我遐坐坐。周先生，你来哦、喔，来，请你来坐，请你来坐。啊，等下先，来。啊，这帮拜托你来吼，就是劝告你吼，阮查某囝吼，甲这个查某囝，看当安怎才会当耍呢啦？是这样子的，张永康啊是个孝子，先不管他爸爸以前做过什么事情，这个年轻人啊很争气，嘛叫优秀，人品又好，这大家都看得到啊。大学毕业马上就要进入美商大公司做事了，我这次来呢主要是替他向二位提个亲。我认为啊，我认为哦，这不适合啦，难怪这些什么老伯都娶什么嫁啦，我们早该是规规矩矩啦。王先生，你提这个亲事吼，阮袂答应。Thank you.
一尾蛇哎，你看，蛇只淘汰，蛇只淘汰，是啥物人蛇只淘汰啊？细林要甲恁查某囝合欢喜的人，是一尾蛇只。呀，你要安怎？当面怎样？恁查某囝是伤过。对，无唔对，恁查某囝伤过咧。啊，注意。哎呦，一只蛇只吞落去呀！他怎么着？绝对唔好让恁合婚啊！了解啦，了解啦！哎，那你有听无？我袂当哄查某囝去用苦毒啦！哎，你是什么时代啊？啊，你讲姓这哦？这个姓周的当机哦，阮大家拢叫阿条阿西啦。伊的通灵是阮大家拢相信的，啊，你唔相信你的代志啊，我绝对袂把这件矿找人死啦。你讲阮家是蛇精哦？哦，那个姓周的吼，真正闹会坏呢，伊这是王八乌龟啦。那这个人吼，真正有够无站直的啦，唔是阿款啦，正经的啦。哦，真正实在有影。算了，你也不要生气啦。反正秀珍也已经成年了，只要永康啊对秀珍啊是真情真意，事情到最后啊总是会圆满的。你不要这样子嘛。也许是我爸爸妈妈叫那个道士胡说八道的。那个姓周根本是追不到，采用这种卑鄙下流手段来破坏我们的婚事。我们的感情谁也破坏不了啊。我们可以再想想其他的办法。你不要生气了啦！我要找他谈一谈，要不然在你父母亲面前煽风破坏，我们的婚事要拖到什么时候？哎，不要了，那个人还养蛇，好可怕哦！你不要给自己找麻烦了。秀珍，凡事要讲道理，是不是？我要找他谈清楚。那我陪你一起去。我不会有事，你别去了。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啊。要就一起去面对。欢迎欢迎，秀珍啊，我不是叫你一个人来，你是怎带这个空的做回来？敢讲你唔惊这个蛇精，亲像吞青鸡卵同款，把你吃落去，把你吞落去？姓周的，你不要那胡说八道！哎，放给我！我告诉你，我太了解你了。你根本是追不到秀珍，才用这种卑鄙下流手段来破坏我们的婚事。周先生，我求你啦，感情的代志是袂用勉强的。你大人大量，成全阮。
阮爸爸妈妈哈尼迷信，你莫用关怀来影响因啊！我求你了，好不好？莫求你这款人啊！姓周的，我只是来告诉你，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对我们来说都是没有用的。我也再警告你，真的，真的不要太过分。再善良的人被逼急也会反击的。你能怎么样？搞了半天，原来你们两个是来威胁我的。要听我的回答吗？我看你们两个是不爽。有我在，我就会破坏你们，就不会让你们顺顺利利的结婚。我还有很多招数没有用出来，你们等着看吧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也不照镜子看看自己长什么德行，根本就是变态狂，变态狂！小春，我们走。没有人骂了我，还可以离开这个地方。骂你怎么样？我就知道骂你，变态狂，变态狂！骂、你再骂啊！你有种再骂啊！不再骂的话，我就叫蛇咬你。越多越好，快，这里。
要把人这样子埋起来，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啊？我不要被警察抓起来了，我不要被关起来，永康，怎么办啊？救救我啊！小娟，不要担心，人是我杀的啊！而且，就算事情被查出来，我会告诉警察说这事跟你没有关系。我不会连累你，我会把命案的事情责任扛起来，好不好？也许事情没有你想那么糟，那个姓周太坏了，他一定有很多仇家。也许警察他不会想到我们。回家以后，不要把这事情告诉任何人，这事只有我们两个知道，懂吗？走，我陪你过去休息，卖过恁啦，过恁的罪啦。伊袂酒醉啦，伊即马吼是心肝伫咧艰苦啦。艰苦讲吼，伊迄个宝贝仔囝的身份证吼，互即个老贼婆甲破坏去啦。我二十五迄个时阵啊，偷摕物件去。一个卡在伊迄个时阵去予人讲钱去，唉，我一家五遍，搁一卖不五，是安怎甲即久才会晓要后悔？哇，实在足不应该。唉，你看，我迄个好事啊，应。是甲遐缘投，我捌代志。医生看来嘛，知影讲有一个哦，猪狗不如的老爸，下海头壳也袂起。人伊讲哦，感觉遐友好，我认真的呢，半工半读哦，读到一个大学毕业，我才提到不要保庇哦，会交到一个遐尼贤惠、遐尼善良、骨足水的一个女朋友。我两个咪嫌伊讲有一个吼做贼的老爸，讲我来袂艰苦，来袂艰苦。我早都甲你讲过啊，叫你着爱受苦，生气着是唔听我的话啦。即摆上艰苦、上委屈，就是你的宝贝仔囝。啊，你即摆讲讲遐，遐尼济，有啥物路用啦？好啊，嫂啊，别再哭了。英啊，是阿爸害你。
也无通予你一个好的家庭环境。你虽然到今拢受委屈，阿爸甲舅在直直伫监狱，阿爸错，阿爸对不住你，你也当原谅阿爸吧。阿爸，哪会讲，我无怪你。有真济个代志是命运注定，你无对不起我，而且我知影，你家阿母足疼我，一定足满足。阿爸，我的婚事我会好好处理，你免烦恼了啊。阿婆，救命啊！阿爸，我今年祝阿姨你回来，甲我甲妈妈团圆。我嘛希望你真正会教我，莫阁做犯法的代志。阿爸，我祝福你。这么好的好事哦，我真是也不安全啊。不要怕，是在创车啦，好啊啦，你都知影用啊，伊袂啉烧酒，唔通互伊啉啦。是啊啦，哎，干杯。卖啦。你甲看，你甲看啦！你讲卖哦，已经砸掉咯。我去看。我去无来啦。妈，砸掉啦！我去嘛。阿雄，我啦。爸，爸妈安尼啊，爸。你啊，你爱看了阿爸。我了阿爸，阿爸，是安怎呢？妈，无代志啦。无代志就好啦，好好睏咯，吼。
确是怀孕了。怀孕是一件好事嘛，这样我不是可以顺理成章跟你父母亲争取我们结婚？不行啊，我爸妈知道了他们会打死我的。秀珍，你不用担心，有任何事情我都会挡在你前面。昨天晚上我梦到那个周师傅。这很正常嘛，昨天晚上我也没睡好，我还梦到他钻到我的肚子里面。钻到我的肚子里面。我说真的，他的样子有点透明，他哪里都不抱，他就抱住我的肚子，我想躲他就钻进去了。永康，永康，秀珍，我觉得你是太自责了，才有这种奇怪的幻想。为什么昨天看到以后肚子就会痛得那么厉害？今天去医院检查，医生就说怀孕了，这不是很邪门吗？会不会是他死的时候刚好抱到我的肚子，吐出最后一口气冲到了？要不然就是他阴魂不散，想投胎到我肚子里面向我们报仇。小珍，你也太缺乏医疗常识了，当医生宣布你怀孕的时候，你肚子的小 baby 已经两个月大了。那个姓周昨天才死，他昨天才死嘛。我只是害怕，你不要那么大声嘛。对不起，我只是希望你不要受昨天事情影响。我们不是要刻意杀他，我们不需要那么自责嘛，是不是？秀珍，我们有很多难关要度过，很多事要克服，我们不能够分心，我们要好好为我们将来，为我们小 baby 加油。先生，阿条阿西，周先生呀，阿条阿西。秀珍啊，阿妈了十二点啊嘞，你还唔转呀？你唔惊人念？我无想要转去啦。你嫌我伫遮，甲你哥哥甜吼？袂哪会啦？但若有参照你这种媳妇要陪我一世人哦，我欢喜都袂赴啊，佫会甲你嫌。是讲哦，往永康哦，唔得等到伫当时才有法度安尼正正当当、老老烈烈吼，甲你娶伊嘛。
淑娟，我泡杯热牛奶在外面，趁热喝吧。今天探小林品味啊。啊，人咧讲哦，囝若细汉的时阵吼，就是爸仔母的啦；，啊若大汉哦，某娶了就变某的啦。泡一杯牛奶，也袂晓想煞讲哦，泡一杯啊，互恁老的啉一下安尼。那伫当时哦，连这个老吼，反正就甲我放袂去。妈，你是伫吃什么醋啦？像这么充沛活力的妈妈，想甩都甩不掉呢。生鸡蛋啊！你不要胡说，你知道我从小最怕那种腥味。我没有骗你，是真的，是真的。秀珍，秀珍。地上还有浴室，有明显清洗痕迹。在这里，门边还有几滴血迹。监视组来了，应该就快到了。我问过，这个姓周的，在地方上风评不太好，仇家可能也很多。人际关系复杂，查起来会加倍困难。谁知道这种神棍会在什么时候、什么地方得罪过什么？尚志，你好像已经确定。这个姓周的不是失踪，而是遇害。我已经闻到了血的味道，通常要代表了死亡。对了，有件事我必须要告诉你。我们不但要找一个失踪的人，还要注意一条，或者是很多条。失踪的蛇。钟声响十二下。我以前碰过一个案子，
死者被杀害以后，他手上所戴的表一直停留在他死亡的那一刻。可能是死者倒地的时候，手表受到撞击就停住。玉芳，不要胡思乱想，赶快想办法先找到周先生。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太太，谢谢您的帮忙。我是在想讲，姓周迄个动机哦，绝对是有问题啦。要不奈几落天无回去厝的，伊甲我是足熟的啦，差不多逐天哦，拢会敲一两下电话给我。要不即马连电话拢无，敢是足奇怪。我们很快会查清楚，可能要请您提供一些周先生在外面交友的情形，到时候再请您多配合。啊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你说你尽量找我，无关系啦。谢谢，谢谢哦。上车吧。哎，听说那姓周的神棍失踪了。你认识他？何止认识啊！我来这户人家帮我朋友的儿子提亲，就是因为那个神棍在旁边装神弄鬼啊，害得人家好好一对情侣啊，婚姻整个搞砸了。报应来了吧？老王，说话留点口德，好好的不要诅咒人家。我诅咒他？那个玩蛇的不要诅咒我就好了，自己玩蛇还诅咒我朋友的儿子是什么蛇精转世，你说气不气人啊？你这么了解他，说不定我们要请你到局里以关系人的身份做笔录了。玉芳，哎，上次啊，做笔录，这个案子有这么严重啊？哎，你们是不是怀疑他被杀了？说警察在怀疑周师傅被杀了，怎么办？他们不见得会找到尸体，而且就算找到尸体，也不见得会怀疑到我们身上。可是我好紧张啊，警察随时会来我们家访问，我真的是会受不了。今天肚子已经痛了一天了。也许是怀孕的关系吧。会不会是我吃生鸡蛋的关系？奇怪，我真的不知道我昨天为什么会打了一个鸡蛋来生吃，恶心哦！我怎么会这样子？秀珍，你不要多想，孕妇在怀孕初期改变胃口是很正常的事情。我问你，昨天晚上你拿着棍子去竹林找什么？心中养的那条蛇，怎么会？他们家离你们家至少好几公里，怎么可能爬那么远？秀珍，我觉得这件事对我们越来越不利了。我有个办法，你赶忙跟我一起走。你敢做的我都敢跟你做，人都杀了还有什么好怕的？跟我离家出走。
秀珍，让我们走得远远的，离开信州这死亡的阴影，离开这会让人恐惧、胡思乱想的鬼地方。坐到这烟头，搁这么故意着，啊，搁是大学毕业的呢。即卖时机遐尼歹，个人一个月八万块要请伊去做工课哦，哈。哈，像这种查甫人哦，点灯啊，遐敢有对好找哦？啊，搁咧嫌，伊若爱嫌哦，就会去嫌啦。嫌到尾下时哦，因查某囝若跟阮后生走吼，伊就应该死好啦，痴迷。我只是要暂时带秀珍去淡水住一段时间，等孩子生下来之后我们就回来，你就可以抱孙子了嘛。哎呦，你这个孩子哦。啊，这么讲，妈妈吼比较较有经验。啊，你若住在这的时候，我嘛会当照顾你呐。啊，我嘛用顶包给伊吃。啊，你一个大男人，怎么去照顾一个快生产的女人呢？妈，您话是不错，可是总比秀珍挺个大肚子挨她父母亲揍好吧？而且她挨揍，不是就是你孙子挨揍吗？出外不必在咱厝内面，所以爱较啉啦，爱较好好的吼。啊，两个唔当定来要冤家啊，哈。小珍啊，阮杨康哦，性格较歹，万一若发脾气哦，你会记爱较让位啊，哈。嗯，你咧老翻天哟。安怎？讲安尼是对啊，唔对安尼？你叫小珍哦，就爱啉奶，咱叫杨康。对啊。咱小珍即嘛是有心的人呢，唔就爱叫咱叫杨康哦，好啊，照顾伊才对。哦，对，会记哦，会记照顾小珍哦。爸妈，那我们先走了。好，卡西里。看喽，看喽，嘿，有新的人。嗯。媳妇。怎么了？刚刚好像有个东西碰到我的脚。痛。我们已经搜查得很仔细了，你还想看些什么？白天和晚上感觉不一样。我知道武圣是嫉恶如仇，专门铲除天下之大奸大恶。祈求你保佑我们能承袭您的精神，多些勇气跟智慧来对抗邪恶。台北市中心。
定是想吃下。现在才8:05，这钟真的有毛病。我觉得不太对劲。昨晚没睡好，产生了幻觉。好久没有挖过泥土，我最怀念小时候挖泥土，抓住蚯蚓去钓青蛙。现在生活在都市丛林的人们，可能已经不知道什么是青蛙、稻米，还有萤火虫。真怀念那股乡土的气息。打赌，那个就是新州的神棍。累不累啊？还好啦。我又不是在问你，我在问你肚子的小 baby。才2个多月，哪会有感觉啊？怎么没有感觉啊？秋真，我告诉你，他对我来说已经是个生命了。我真的好奇妙哦，我们两个结晶将成为新生命。秋真，说真的，这里安静，空气又新鲜，所以你在这里啊，什么都不许想。我们一家三口，安安心心的，在这里享受几个月的假期。安心心的，在这享受
几个月的假期。啊！老婆，你不要那么紧张好不好？这是我帮我们小 baby 买的小玩具。叫你了，吓死我了啦！哦，哎呦，等到我们小 baby 可以玩玩具的时候，还要好久呢。你也太急了吧？好。秀珍，你知道你到底在干嘛？我知道啊，我刚刚在干嘛？没事，我也要睡觉了啊。睡觉。今天吼买偌济菜的呢？我吃饱了。来，我给介绍一下哈，这两位是刑事警察局的，这是上司先生王玉芳小姐，她就是张永康的妈妈。他们有几句话想要问问你呢。你两个警察了？哎呀，别惊啦，你们双方都是我很认识的朋友嘛，有我老人在，谁也不会欺负谁啦。哦，遐济济人哈，摆开啊！你出来一个啦，老王带两个警察了，要来找咱啦。好了，我承认秀珍啊是阮囝杨康给带去的，不过恁也知影呢，囡仔已经拢二十岁以上啊，成年了呢，无犯法呢，啥哪袂用的。队长，啊，即卖秀珍哦。巴肚内有阮永康的囡仔呢，啊，伊若无甲带走的时吼，踮在厝的，毋着让因老爸老母拍死，啊，到时阵看要安怎，着无警察先生。啊，讲遮咧讲啊，阮永康这个囡仔吼是足友好的啦，伊嘛真正足唔甘讲吼离开阮两个老的呢，伊今仔会安尼做吼是不得已的啦。我们不是来查这件案子的，你们知道周台柱被杀了又被埋尸的案子吗？
侥幸哦，夭寿啊你啊！这个人怎安尼哈，心肝这么凶啦，真正死无人靠呢！这种代志还做得出来哦？我知道你们曾经拜托王先生向秀珍的父母亲提亲，结果因为信州鸡同被附身，说你们儿子张永堂是蛇精投胎，就催了这门婚事，是不是有这回事？啊，你莫听在乌白讲啦，迄拢是秀珍吼，因老爸老母在卖咧变鬼的啦。啊，算唔知吼，伊甲迄个同居吼是好朋友啦。啊，查某囝无爱嫁人，就好讲一声，对不？啊，就讲到这么歹听，讲阮后生什么了，这蛇精，他妖精的蛇精。好啦，我问你啦，陈基宏才死，啊，甲阮囝这婚事是有啥物关系啊？您不要误会，我们今天是来调查，搜查出他生前在外面有没有和别人结怨。嘿啦，他们什么都查了，这是例行公事，喝完茶就走了啦。喝，喝。啊。知道你儿子带秀珍去哪里了吗？告诉我们，张永康到底在哪里？我们不是要抓他，只想帮他。我看你们查案啊，是查的秀多了。张永康这个小孩子怎么会杀人呢？他跟这个案子根本不可能有关系的。我看你们两个找个地方度假，把头脑清醒清醒吧。你不给我们地址，我们很可能就要发通缉令。我们归纳多方面访查的结果，发现这很可能是一个争执之后误杀的案子。张永康他有动机，又在这个时候失踪，我们有责任找他聊一聊，我们是在帮他。总比通了缉上了报毁了这个年轻人好吧？你放心，我们两个只会对你阴险，对别人我们是很仁慈很宽厚的。如果他没有犯法，你担心什么呢？我们已经来了半个多钟头了，为什么不进去抓人？如果对方是两个前科累累的凶神恶煞，我腰里揣把枪就过去按门铃。可是屋里这一对私奔的小情侣，我不知道，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，我怕打草惊蛇，让他们有所警觉，反而对侦查不利。你是在同情他们？也许是吧。玉芳，海边的月色很美，我车厢后面有轻便的衣服，换上之后我带你去散步。你好。你好，我们就坐在巷口，这边住户很少，听说有新邻居搬来，特别来打声招呼。哦，我叫王玉芳，他是我先生尚志。十分会敲响，哦，可能是这钟有点毛病。哦，这个钟很好玩啊，九点十分敲十二下。来，坐吧，坐吧。哈哈。上次您在哪高就？服务业，死薪水，没有多少钱。
你不能喝这个，你千万不好，喝了会泻肚的啊！我要喝。听话，别喝了，听我的吧。我太太最近刚怀孕，所以口味变得很奇怪。真巧哎，我也刚怀孕。张太太，我最近刚怀一个小 baby， 好紧张啊。我们两个女人到房间里好好聊一聊吧。来，我们去卧房聊一聊吧。张先，房间在哪里啊？在那儿。小心啊，慢慢走。爸爸，你也跟张先好好聊一下，先交换一下作者爸爸的心得吧。算了，坐。爸爸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当爸爸的感觉太好，我晕陶陶的，快理不出头绪来了。会吗？刚刚他们家的钟响了十二下。我知道。你不要跟我说又是巧合，那个钟有毛病。你记得吗？周台路死的时候，钟是停在十二点。我们去他家查访的时候，恰巧那个钟又响了十二下来欢迎我们。你有没有看到，刚刚钟响十二下，他们夫妻俩的表情，一个像见了鬼，一个像中了邪。